这天，湖州市公安局南浔区公安分局的技术民警如往常一样，正在进行历常的指纹样本对比操作。突然，眼前出现了一个比对结果，让他的心一下子悬到了嗓子眼儿。他急忙叫来了办公室的同事，就感觉整个办公室这个气氛都爆棚了一样的。20年的案件，一枚新入库的指纹样本和湖州警方保存了近20年的一枚指纹样本高度吻合。这个结果让现场的民警既感到振奋，又不敢轻易相信。一个是激动，一个是有点意外和忐忑，当时心里啊就怕不是嘛。为慎重起见，指纹样本被马上送到了湖州市公安局再次进行技术鉴定。后来经过市区两级那个技术室的一个比对嘛，那么确认之后呢，应该是科学的东西，应该不会有误啊，就是肯定是这个人啊，差不多都要吼起来那种吧，应该算是这种吧。大家都基本上就啊，20年的案件啊，终于今天终于破掉了。金某靠水上运输为业，日常就是在江苏和浙江同乡之间往返，靠运砖卖砖为生。这天，他和妻子像惯常那样驾船出发，当途经白马塘一个河浜口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亲家刘某的船停泊在岸边。因为是儿女亲家嘛，因为关系比较好，那么当时他在船上呢就朝岸边呢喊了几声，结果呢也没回音，因为当时报案人的船在行驶当中，他也没在意，因为喊了几声他没有回音之后呢才就开过去了。第二天，金某的船装满了货原路返回，再次途经白马塘河浜口，发现刘某的船依然停在原地，所以他有点怀疑，他这个船靠过去看看到底出什么状况了，或者什么这个机器毛病了，或者什么，就发现了他的亲家被反绑的杀死在水舱里，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吓懵了，刚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办，当时的时候也没什么手机，所以他马上就是第一就是把这个船开到对面，因为当时没有就是通信没有这么发达嘛，只有到对面这个砖瓦厂材料社去打电话报了警。他阴沉着脸，话不多，香烟一根接着一根，这个脸部的表情现在也很难形容，应该说现场的残烈的情况，应该他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当时跟我们反映的时候，他语无伦次，说话的时候啊，好长时间，有时沉默寡言，有时啊抽烟。被害人刘某和他的妻子江某，平日里也是靠在水上贩运砖瓦为生。经过法医鉴定，他们两个人的被害时间为1998年的8月28日。现场勘查表明，被害人和嫌疑人之间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搏斗，而且驾驶舱里面非常的凌乱，那么锅盆啊都被打烂了，啊，有一个铁锅都打扁了，驾驶舱里面到处装满了血迹，啊，而这个血的量呢是比较多的。在调查中，警方发现了一个重大疑点，那就是案发的地点并不偏僻，来往的船只很多，在斜对面还有一家砖瓦厂，但为什么案发一天半之后才有人发现并且报案呢？这是一种巧合，还是说嫌疑人刻意谋划了作案时间？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路边树林发现多件血衣，一定杀人了，都是血了。步步追踪却遭遇重重阻碍。
好不容易发现了个线索，经过了大量的工作，最终是被排除了。染血的指纹背后，嫌疑人究竟藏身何处？水落石出，一线正在播出。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近20年，朱鸿铭还是清晰记得1998年8月30日发生的一切。那天是下午，吃了饭以后，那我是接到乌镇刑侦中队这个队长马新松的电话，说在新华村有一个水上有船上有凶案了，这个地带是你们的。因为当时我才5岁，我马上从厂里面蹦起来，我家在哪里？接到电话后，民警们第一时间赶到了案发现场。我站在位置就是犯罪嫌疑人把受害人的那个船只停靠在这里然后去跑的啊。这个当时停靠的船只呢，这个船尾是朝东南方向，这个船头是靠我这个位置，船舱里面它是空船，那从迹象看它是属于撞船的，它里面没有船盔的。这个空船呢，就是头上这个舱是没有遮盖的，在后面就是有个棚栏，棚栏的望过去是很凌乱的，说有打碎的东西乱七八糟的，因为上面有烧饭的锅子啊，什么东西乱七八糟都有的。在驾驶舱的右舷还有大量的血迹，两名被害人被双手反绑的杀死在驾驶舱下面的睡舱里面，横躺着，景象非常惨烈。从整个现场的那个画面看，应该是当时两名被害人跟犯罪嫌疑人这个搏斗的那个场景，应该是非常激烈的。被害人刘某和妻子正当壮年，要在激烈搏斗后将两人置之死地，嫌疑人显然不可能是一个人，而且应当是年轻男子。当现场的侦查员提出这个推断后，孙其民马上想起了一天前发生的一件怪事。在自家的上树地里呢，发现了两条长裤，应该是刚刚被抛弃的长裤，因为他主要是在干农活嘛，也没考虑到这么多，就是当时就感觉到有点奇怪。孙其民说到的这个人姓沈，是案发地附近的一个村民。1998年8月29日一早，正在自家桑园里忙碌的沈某突然发现了两条长裤。白天休息，那么我去那把这个农柴叶喂柴宝宝嘛，我先去拿这个南边杨树上那里这个撇地去了嘛，我发现那两条裤子嘛湿的。几分钟后，另外的一个发现让沈某变得紧张起来。他又到了自家的另一块上地柴桑叶，他在采的时候呢，桑树地里又发现有血迹，离公路呢3-5十米远。他第二次发现有血迹的时候呢，他就感觉到害怕了。衣服嘛都是遮好的，上面有个皮包，皮包下面有一条毛毯，这条毛毯我特别记得清楚，那因为它都是血了。毛毯折得小小的，这个是这样一点，上面放的一个厚厚的包，这个毛毯放在底下。接警后，赶到现场的民警第一反应就是这几件衣服绝对不是被无意间丢弃的。从这个血迹的量来看，是非常大的，一般的划破那个手或者什么弄上来出的血不会这么大的。我们判断呢，很可能或者从公路边上犯罪嫌疑人作案之后抛弃在这个桑树地里的。虽然经过一番查找，民警当时并没有找到这些血衣裤的来源，但是在看到刘某夫妻遇害的现场后，侦查员马上意识到这些血衣裤和刘某夫妻遇害案一定有着密切联系。总共有一个
所拎的那个行李包、旅行包，有三条长裤，有四条上衣啊，都是短袖的，有汗衫的，其中有一条是好像是部队的军装上衣，还有一个马甲，三条那个三角短裤，以及剃须刀，啊，木工用的那个钢卷尺，还有摩托车上面的一个反光镜，还有牙刷、牙膏，啊，打火机之类的。以案发船只和发现血衣裤的地点为中心，警方在周边再次展开了大规模搜索。这次他们发现了更多物证，提取了杀害被害人的菜刀、榔头，以及大量的带血的指纹，啊，有多枚血迹、血样的提取，以及有可能犯罪嫌疑人留下的一些其他的呢那个物证。如果这些血衣裤和杂物是嫌疑人在杀害刘某夫妻后丢弃的，那么说明嫌疑人应该在三人以上。结合衣裤的款式分析，这几个人应该是年轻男子，这也和警方之前的推断相吻合。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杀害刘某夫妻呢？这个时候刘某的家人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因为空船回来以后一采摘，他有10000多块钱，基本上是在船上。那么后来我们在这个船上去争了，也找那也找不到钱，基本上被犯罪分子拿走了。就嫌疑人在刘某夫妇卖完船上的货物，携带货款返回的途中实施抢劫并杀人，这难道又是一个巧合吗？如果嫌疑人了解刘某夫妇的行踪，有预谋的杀人，那为什么会在案发现场附近留下了血衣、凶器这些物证呢？是仓皇出逃时的疏漏，还是故意布局来借此转移警方的侦查视线呢？为了找到真相，警方展开了更加细致的调查工作。走访排查，砖瓦厂发现嫌疑人行踪，顺藤摸瓜，线索又再次中断。水落石出，一线正在播出。白马塘河道沿线有很多砖瓦厂，平日里从事砖瓦运输的水泥船来来往往，十分繁忙，人员流动也很频繁。一组侦查员在对砖瓦厂进行大面积排查的时候，一个砖瓦厂的职工向侦查员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三个外地模样的年轻人驾驶着一条三吨的水泥挂机船，船上没有什么膨胀，是一个光秃秃的一个船，停靠在砖瓦厂一段时间。因为当时下了雨，船舱里进了水，有三个年轻人呢跑到砖瓦厂里面。在砖瓦厂，这三名年轻人还买了吃的东西，并在窑炉附近烘烤湿透的衣服。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几个人又跟厂里的职工要了几捆那个稻草，因为当时下了雨嘛，他们要把这稻草点燃。但是口音呢，有点外地深邃的外口音呢，也不好像在吴江那边这个口音就是。砖瓦厂职工对这几名年轻人的描述迅速引起了侦查员的警觉，尤其是其中有两名男子的衣着打扮非常具有特点。其中有一个人，他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是一个八字胡。有一个年轻人，他的上身穿了一件部队里面那个短袖的军装。此前在桑园里发现的染血衣物中也有一件类似的军装，难道这几名年轻人就是本案的嫌疑人？年龄的分析程度上来，应该跟桑树地里的血衣是一致的。其中他们砖厂职工他提到的，他们的年龄段大概在30岁左右到25岁以上。
砖瓦厂职工还提供了三人所驾驶的三吨水泥挂机船的详细特征。那个船头上这个洞是一个方洞，那么根据他们以前我们看到的那个船车厂里面出厂的时候，这个船头上面这个洞应该是圆的，这个方洞应该是人为事后加工过的才会出现这个方洞。很快负责水上排查的侦查员反馈回来一条重要的线索，在桐乡市境内一个叫吴亮桥的地方发现了一条无人认领的三吨水泥挂机船。船舱里面我们发现了稻草，在船头上有一个方的孔，它出厂的时候呢应该是个圆的洞，那明显是通过自己改造以后再形成的这个方洞啊。这个情况跟我们在砖瓦厂访问的是一致的，这个船是被遗弃的，也没有主人来认领。我们希望通过摸排工作以及周边的村庄的访问工作，希望找到船的主人，从中能够发现一丝线索。很快这条船的主人被找到了，他是江苏省吴江八社的王水根。王水根说，这条船买来以后自己把船前面的圆洞改为了方洞。到那个王水根那里拿了一把钥匙，到那个船上一开，这个锁开开，这个在吴亮桥发现这个船就是白菜笔头的那个船，这个是确定了。现有证据显示，嫌疑人极有可能是在吴江八社偷走王水根的水泥船后，驾船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的白马塘水域实施作案。侦查员推断，嫌疑人极有可能与吴江八社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初步分析判断，犯罪嫌疑人他应该是熟悉水上作业的，而且具有比较熟练的驾驶机动船只能力的。小船靠到这个大船上，没有水上一定的经验，你靠不上去了。你这个船在开，你这个小船边上靠上去，如果不是有一点专业开船的水平，那你怎么上得了船？在吴江八社周边调查期间，警方还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有三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到店里面购买了一把发动挂机的那个摇手瓶，还买了一个10斤左右的空的一个塑料桶。根据农具店老板反映，年轻人在买摇手柄的时候将摇手柄称为摇手子，这一称呼习惯只在八车一带使用。这个线索让侦查员兴奋不已，警方调集了50多名侦查员，带着在现场勘查中发现的指纹样本赶赴吴江八社，把调查工作重心放在了周边地区。当时前靠是人工排的呀，一个人管一个自来车或者一个厂，或者两个人一担，这一家一家排过去。当时把按照体貌特征啊，按照是手写指纹啊，那么同时根据我们那个茅台那个商标，找到了当时茅台生产的厂家以及茅台厂家发往的地区，我们也开采了那个调查方法。有的时候我白天人不在，要晚上去上门去给他找到了。那么再一个是回来以后是很晚了，就很晚了以后把当天这个工作全部会商掉，也坐在一起，这么多人一个人一个情况汇报一遍，就是基本上要到后半夜，基本上要到天亮了。然而连续数周的排查工作却没有取得丝毫进展，在警方排查的所有对象中没有一个人的指纹能够和案发现场的指纹样本吻合，这意味着警方在吴江八社周边进行的调查工作没有找到线索。此后数年警方对本案的调查工作从来没有松懈，但却始终没有结果。
周边村民的议论、被害人家属的痛苦，让湖州警方承受了巨大压力。被害人的家属时常的打电话给我，询问案件的侦破情况。因为我们这个案件通过侦查之后没有任何进展，我们也没有更好的破案的信息告诉受害人的家属，所以这20年来这个案件在我心中是一块心病。除了勘查中获取到的物证和知道嫌疑人可能是三个年轻男子外，警方的调查工作在案发后近20年中始终没有突破。不过湖州警方一直没有放弃努力。随着科技的发展， DNA 鉴定技术在刑侦领域被大范围的应用，公安技术人员在血痕中分离出了除被害人以外的一个男子的 DNA 样本。这个重大发现让这起久拖未决的案件重新有了被侦破的希望。这次警方能够找到嫌疑人的下落吗？现实比他们预想的还要曲折。千里追踪，结果功亏一篑。柳暗花明，不懈等待终于破解指纹密码。水落石出，一线正在播出。近20年来，湖州警方对案件的侦破工作从未放弃。当时在现场找到的指纹和后来提取的 DNA 信息一直未能在数据库比重，案件一直未获得突破性进展。我是感受直接参与了当初98年的案件的侦破工作，而且我当时亲眼目睹了被害人那种惨烈的被害的场面。20年的案子，我们历任4任公安局长，好几任刑侦大队长，可能每一任刑侦大队长都了解这个案子，都想破这个案子，都一直没有放弃。虽然案件一直没有进展，但湖州警方近20年来一直没有放弃努力。他们在此期间积累下了大量证据信息和排查信息，成为最终案件得以告破的基石。转机发生在2017年，湖州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侦查破案大会战活动，828白马塘特大抢劫杀人案再度重启侦破工作，成立了由公安局主要领导挂帅的专案组。这个案件的侦破难度啊，对象的一个查找啊，就好比是大海捞针。对我们来说的话，虽然内心是清楚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去做这个捞针的人，必须要把这份使命和担当肩负起来。首先呢，我们把这个相关的物证材料重新梳理了一遍，梳理了一遍之后呢，就发现这个当时一些痕迹材料呢并未在我们这个档案室里面，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在从几个地方去翻找，发现里面有一张发票，还是一张收据一样的一张东西。专案组的民警经与中心现场的照片核对，确定现场有这么一本书，而且在里面夹着的这张收据上付款单位为被害人刘某的名字。那么单据上面这一层淡淡的暗红会不会是血迹呢？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送到那个市公安局那个 DNA 室里面进行了一个分析，也就是在里面检测出一名男子的一个 DNA。 那么这个 DNA 呢跟前面这个血液上的 DNA 又是不一样的，那么可能一确定这个两个 DNA 呢就是分别属于两名案犯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也是排除了那个被害人夫妻的。民警们重新回到江苏吴江发彻进行排查和 DNA 生物信息采集。专案组发现今天的发彻已经不是1998年时的发彻，当年的吴江市已经并入苏州市，成为苏州市吴江区，而发彻也从当年吴江市下属的一个镇
调整为吴江区下面的一个社区，民警又重新勘定了范围，完成了3000多人份的 DNA 信息采集。依照现在的技术可以这么说，可以代表这个整个镇上的一个男子的 DNA。 如果说你有存在一个亲属关系的话，根据现在的一个技术的，它也可以有反应，在我们这个检测技术里有反应。警方通过 DNA 检测基本排除了巴彻本地人作案的可能。这时技术比对组传来了新线索，一个新入库的 DNA 信息与此前作案现场找到的 DNA 信息存在亲缘关系。发现了一个范姓的男子，他的这个家族的 Y 染色体跟我们现场的物证啊是比重的。Y 染色体比重说明嫌疑人极有可能是和范姓男子同一家族的人。理了一下他的那个家谱，理了家谱之后呢，我们就是发现他的一个老一辈的人啊，都是在四川老家。那么我们专案组的那个重点区排查组呢，几个同志呢马上赶赴了四川。我们先排了他的一个家谱，包括直系和旁系，然后很远很远的亲戚。我们一直从上到下的话，最后一代的话有7代人。经过一个技术检验呢，发现了这个二房里面呢跟我们这个案犯的个 DNA 是最接近的。按照说呢，也就相差1个点位左右吧。找到嫌疑人的希望似乎触手可及，然而经过大量信息采集和摸排工作后，侦查员最终确定这个家族的成员和嫌疑人并无关联。对我们整个一个专案组这个打击还是比较大的，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线索，经过了大量的一个工作，最终是被排除了。2017年12月28日，就在专案组一筹莫展，准备再次奔赴外地排查的时候，技术组传来了一个新的消息，在警方的指纹数据库中，一枚新入库的指纹样本和828案件现场提取到的一枚指纹样本比重。之前这个 DNA 差一点点吧，当时心里就怕不是嘛。那么后来经过是去2级那个技术室的一个比对嘛，那么确认之后呢，应该是科学的东西，应该不会有误啊，就是肯定是这个人啊。大家齐心协力一起研究发现啊，这几枚啊都是这一个人的。20年的案件啊，终于今天破掉了，突然一天就出来了，那大家心情都跟过年了一样。围绕指纹样本，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最终锁定嫌疑人为一名姓唐的男子。发现呢，这个人呢是曾经在宁波开过装修公司。那目前来说的话，在宁波他是因为一个欠薪案件，欠薪啊，就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嘛，而被那个上网追逃。在被上网追逃后，唐某瑜为减轻法律责任，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说明自己欠薪的情况，并依法办理了取保候审。在这个过程中，警方依法获取了唐某瑜的指纹信息，这也成为了案件突破的关键。2017年12月28日，在上海市公安机关的配合下，警方对唐某瑜实施抓捕。所以说这个对象当时这个抓捕的时机，我们就选择在他一个人外出的时候啊，选择这样一个时机进行抓捕。几个小时的研判之后呢，发现这个案犯呢当时应该是在一幢商场里面，然后其他人员呢经过那个地毯式的那个搜索之后呢，在那个4楼的一个健身房里面呢，发现其中一名健身正在跑步的男子呢，跟这个案犯那个体貌特征有相像啊。那么我们首先问的第一句话呢，就是叫什么名字？他说自己叫唐某瑜。那么他说，我这个欠薪的案子不是在处理吗？你们怎么来抓我？感觉好像是有点意外。然后呢，我们就是讲了一句话给他：20年前的债，你应该还了。10多分钟时间了，
他整个一个心理的防线，从这个茫然到压力非常大，然后到心理防线的一个崩溃。归案后，唐某瑜很快交代了作案过程，并交代了同案犯为堂哥唐某宝和表弟倪某良。警方根据唐某瑜交代的线索，连夜赶赴宁波，于12月29日凌晨将另外两名案犯抓捕归案。至此，828白马塘特大抢劫杀人案告破。据唐某瑜等人交代，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吴江八撤从事水上运输工作，后因经营不善萌生抢劫意图，而八撤熟人太多，不便下手。1998年8月28日，他们驾驶偷来的3吨水泥船行至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白马塘水域伺机抢劫。他们在河边寻找目标的时候，发现了一条那个30吨的水泥船，因为他们发现呢，这条船是空船，船上呢两个人是夫妻档，然后那条船前后也没有其他的船满，就是这条船是落单的啊，然后他们就决定去抢这条船。三人乘着夜色，以小船靠大船的方式登上了被害人的船只。本以为可以轻松控制刘某夫妻，但遭遇到拼命反抗。那时候说老的话，如果是那边是岸的话，我们还有可能想跑了。但是那个时候已经上了去，也没办法，没有办法的，没有退路了。那时候，三人得手以后，在附近的桑园里换下血衣，擦干身上的血迹，连夜搭乘过往车辆逃往上海，后辗转回到江苏兴化老家躲避。虽然没有被警察找上门来，但是每天都活在惶恐之中。看到警惕就能躲就躲，能避就避，心里反正只要听到警惕的声音，反正是心就狂跳回忆嘛，反正是紧张的相当厉害。唐某瑜啊，他因为脑子比较活络啊，最先到宁波发展，到宁波呢做装修，在宁波发展的蛮好，装修行业做的蛮好的，然后就把那个堂哥还有那个表弟啊都带到宁波来了。后来他们三个人都是在宁波从事装修这个行业。那唐某瑜后来在宁波公司开的挺大的，后来因为经营出现问题了，欠了一些工人工资，被立案调查了嘛，因为恶意欠薪嘛。嫌疑人在白马塘作恶的那个夜晚，给受害人的几个孩子造成了一生都难以痊愈的心灵创伤。当时出来找工作的时候，我们都很害怕，像平时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人在我们后面走，我们都会很害怕的，要么走在路那边，要么走在那边，不敢跟人家走一条线，或者说要么弯上旁边走，就是心里比较害怕。我们把他伤害到他的父母以后，这孩子他们那时候多大？跟你孩子应该差不多。哎呀，做人呀，这一生做了这么一个错事，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弥补的机会，这一生呢，为了这么一个冲动莽撞的事情，我们真后悔得一塌糊涂。正义虽然有时迟到，但他从不缺席。近20年来，828特大抢劫杀人案专案组成员先后奔赴9省21市，在各地查证比对20余万人，不懈的努力终于为案件的侦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目前本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是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